爱的民众们，各位知道国美馆提供了免费的语音导览服务吗？借用与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照着三步骤、三按钮、三原则，就可以享受免费又贴心的私人导览服务。借用三步骤：一、填写借用同意书；二、附上有照证件；三、详评使用说明。使用三按钮，一、输入代码，按绿色钮确认；二、播放中按左右钮调整音量；三、终止语音，按红色钮；注意三原则：一、导览机请勿吸出馆场；二、为了避免摔落，导览机请挂在脖子上；三、请于闭馆前15分钟归还导览机，并取回您的证件。